进行第二段录影。 YouTube 不能一次放太长，更容易断讯。这个运动性看哦，我就把它关起来了，十点关八点了。今天是除夕，所以这样关，平常没有，不要误会台湾台南嘉义市的景气助听器啊，真的没有。那无啦，你这条是什么路？中山路。无啊，咱卖过对遐过啊啦。那前面是什么？车火车站。我刚刚讲这都有一间有开。有吗？这里有吗？这个这里底靠无咧卖。这里不可能啦，这么小。哇，有那个花式撞球。哎，你们那个百货公司里面没有吗？人家会围炉啊，也。不是，我说初一的话，明天。没有卖那种器材啊。真的吗？跑步机啊，没有啦。像我买那个什么，奥森啊，哎、欸，对啊，奥森有跑步机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按摩器，他按摩器材而已，他没有跑步机吧？对。可是奥森的蛮贵的哎、欸啊，那我明天去问问看好了。一定很贵的，那个一定很贵的。我加班了，明天。加班你规定啊还是？十点半开始啊。到晚上十点半。